请问他是从事哪一行业？这比较像秘书了、啊。有一部片就是《OL 的诱惑》。你在练习的？海产店的老板。哦，吃了海产病变的就哎，海产。我是葡萄酒进口商的业务经理。经理？葡萄酒就葡萄柚嘛。上班穿这样，你到底想怎样？